所以这个来到台湾，如果有地方会想要去旅行的话，九份是害斗先生的首选就是了。そうですね。あと温泉は楽しいらしいんで、ぜひ行ってみたい。还有好像是温泉也不错，也希望可以去泡一下温泉。但可惜这一次的行程好像没有办法。好，那我们呢，在今天呢，跟各位来进行这场记者会，也开放给媒体来进行提问。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害斗上，那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各位朋友踊跃的发问，好吗？有吗？哎，各位，来麻烦一下，来，在这一桌子，来，豆总，来，请进。好，来。昨天到机场的时候，就还蛮多粉丝接他，还有人打扮的跟他很相像，这样他是有什么感受？他有很多热情。可愛い。あとなんかすごくね、行儀もいいから見てて安心できる。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も聞くし、すごく素敵だと思います。首先呢，当然第一印象就是好可爱哦。然后再来呢，进一步了解之后，真的觉得台湾的歌迷朋友们好规矩，让人很安心。我们发现了，其实印象中的害斗赏啊，是感觉是比较酷，对不对哈？然后比较帅气型的，但今天就好像你在记者会上提到的这个卡哇伊两次，对，所以平常其实对卡哇伊的事情也有在注意啊。对，比方说穿自己穿上和服觉得很可爱，看到台湾的粉丝也觉得很可爱，对啊。可愛いこと好きですかね。まあいい年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ね。ついつい美しいものいいですね。当然可以，可爱是不错。其实可爱是一种说法。那但是在开头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哎呀，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但是他其实可能可爱不错，但是他觉得他喜欢美的事情。哦，美的事物。对，所以这个台湾的粉丝带给他安心的感觉，也有一种美的感觉。因为呢，其实大家非常的守规矩啊，也能够表达出这个接机的时候让艺人看到能够开心的心情这样子。就是呢，其实他刚刚在拍照的时候也有做过可爱的动作嘛，对。对，有一些动作看起来是蛮可爱的吧？有吗？有偶尔在拍照的时候是自然呈现的吧？するかな？わかんない、や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ただ今やるとそれが一番メインの写真になりそうなんでやってます。就是可能不自觉之间自然流露啊，会有一些这种可爱的 pose 出现，也不一定。可是如果现在依照您的要求真的做了可爱的话，恐怕接下来照片全部都会是那个，所以请容我们今天先保留。那其实刚拍照的不自然，就是不自主之间，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动作是蛮可爱的。好，那这个还有吗？请。我没有。摇滚的形象啊，是因为他自己私下有最喜欢黑色。那想请问他自己私下常最常穿什么？就是艺术打开什么色？还有就是说，为什么粉丝来接他，或什么？如果穿打扮怎么样会令他眼睛一样会吸引？是。所以这个对啊，今天都是黑色的啊，昨天其实看也都是黑色的，对，所以没有别的颜色了哈。基本的に黒ばっかりですね。黒かグレーかですね。其实基本上基调的话都会是黑色或灰色。